前阵子熊黛林公开了即将结婚的消息，大家忙着祝福她以外，也不忙关心一下她的旧爱郭富城啊。还有算命师指出，郭天王很可能明年就结婚哎。真的？我没有听过这个消息，但是我想，有一些外面的人说什么什么什么都不做准的，我觉得很多时候交给天吧。如果真的结婚，会不会像法舒淇那样只发个照片就算了啦？可能比他们更低调。我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其实我想，包括我自己本身的感情生活，一直都希望能够可以低调的处理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可以多一点空间。当然，如果有喜讯的话，我一定会跟大家公告的。那郭天王也快生日了嘛，会不会跟女朋友方圆一起过啊？现在真的还早，我也不知道，我也答不到你。这段时间应该在工作，因为工作已经排得满满了。然后，电影方面其实有几部电影在一起在谈，有中间也还有其他的工作，所以，我相信在过我自己的生日的时候，还是以工作中度过吧。还有影后周迅也快生日啦，不过问到高胜远怎么给老婆庆生，他就说要保持神秘啊。It's a secret. Secret vacation plan. Secret vacation plans, maybe. Well, she's busy working right now, so it's always hard to, you know, find time for those things. You know, technology is amazing, so we, you know, always have to use our, you know.